现在我们说内源性金融，什么是内源性金融？这是很好说的一句话，就是外界的。外界是什么呢？我们身体外部，外界的治病物，就是导致我们生病的一切的东西。这其中有生物，有非生物，比如说病毒、病菌，这属于生物。有非生物呢，针对满头老病呢，都是使人生病的，吃的多了，啊，一切的外界的致病物，凡是能够导致我们生病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外的进来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外源性疾病。如果要有人问我你根据什么，我说我就根据这个，我就根据这个现实。自古以来，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叫述而不作，总是说别人的话。我不喜欢说别人的话，用别人来说，用不着我来说。我说的是自己的话。我说这是外源性疾病。我们为什么要说外源性疾病？因为外源性疾病它有一个治法，一个一般的治法，也就是说这个普遍的治法，有一个方法，所有的外源性疾病就都治了。这就是我们在科学上说的哲学方法，一般的科学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这个外源性疾病用一个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就是个一般的方法，普遍的，有普遍性，所有的外源性疾病都是这个方法，就是拍一方，不是我们用拍一方，是我们这个生命啊有这么一个系统，它要把它排出去，我们看见了，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体的那个大自然呢、啊、是在怎么运动的。这就是中医发现的任中的那个天，就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大自然的运动。这个把这么一类的疾病画下了一个圈子，是外源性疾病。因为有一个普遍的大自然的活动，就是我说的拍，那个拍一本能的活动，就是大自然的活动。我们根据大自然的这个活动，看到了大自然的运动，我们才说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排异，是我们看到了生命自然的力量。
这一点我必须说明，不是我们谁去创造的，是大自然创造的，他创造的人也给人创造了这么一个系统。这个人呢，比别的动物啊还优秀一点，看到了自己体内的这个天，这个话我是为了省功夫省时间啊，省点笔墨，我叫天，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大自然的啊，对，那个大自然万串是一样的，甚至于是复制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大群病叫外源性疾病，把我们身体大自然的这个本能叫排异性本能，这么得出来的，这个就叫理论，这就叫理论。光有理论不行，得有方法。我们这个排异法是个一般的方法，光用一般的方法不行，这个一般的方法呀是个法则，是指导你的行为的一个大的啊理。我们在这个理上去制定具体的方法，我们的圣人张东景解记法、法案法、土法、小法，这是具体的方法。您看看中医这个科学体系是多么完美，谁也甭膨胀，谁也甭吹牛，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一类都没有这个一类的完美安全有效简单廉价，你还要怎么着？我看对于生命来说，对于完善一个生命来说，到此为止了。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个外源性疾病，我们再说内源性疾病。因为要说内源性疾病，我们不能不重复外源性疾病，因为它是对着的，因为它是一个呀，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为了好说好学好理解，分成了两个，一个外源一个内源。我们今天要说内源性疾病，重复一下外源性疾病。我们这儿有一个外源性疾病，哦，内源性疾病，这么相对的理解比较容易悟到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的？这一点有根据。张仲景说病，这是什么病呢？病，什么病是病？有发若无寒者，发于阳也；无若无寒者，发于阴也。
讲的病是什么？病就是病，发生在阳，发生在阳，阳是什么？病本身没有阴阳。你想一想，病本身没有阴阳，那个细菌那个病毒有阴阳吗？那个老病有阴阳吗？你吃老病吃多了吃病了，那个老病有阴阳吗？你感染了病毒了，你病了，那个病毒有阴阳吗？没有，它发生于阳，那发生于阳，发生在阳上，那是什么？是我们体内呀、啊，有阴阳。这个阴阳啊，它是个什么呀？它什么都是，它什么都是。你说什么的时候，你有阴阳。它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病发生在阳，发生在阳，发生在哪儿？发生在我们内部啊，一个情况，一个什么情况啊？一个有排异能力的，这就是阳。要发生在阴呢，没有这个能力的，这是阴。你看，它出现了两种反应，一种是啊，发生在阳，有排异能力，立时的出现了发烧、脉浮、上冲，哎，发生在阳。排出去。如果要发生在阴呢，没有排异能力，它有什么呀？它没有能力，它有什么呀？它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什么样？就体温不足，他的内脏功能啊降低了，就这是发生在阴。那么阴和阳并不是病，哪个病是阴，哪个病是阳，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排异的时候，这病就是阳。我们没能力排异的时候，自个不病就是阴。今天我们呢讲的内源性疾病，就是没有排异能力，我们只能自保。所以呀、啊，体温不足。体温不足是什么原因？我们循环的，我们循环的有效量不够，那就说明显的是循环功能降低。那可不是像把一个人切成碎块去理解，那你可就错了。中医啊，它是一个整体，你是分不开的。
你要非把它分开，你一定是错的。比如说，生了病了，体温降低了，35度多，身体啊要蜷着握着，脉搏啊很细很沉，这明显的是状况不足啊，一看没有精神，老或者呀想睡又睡不着，脑组织缺血的一种状态，这不是循环不足吗？我说呀，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光看到的是循环不足。您知道这一个循环不足带来的是什么吗？哪个组织都缺血，哪个组织的功能都降低，对不对啊？手足缺血，一摸是凉的；身体缺血，体温降低，全身是疼痛；脑组织缺血，想睡也睡不着，老糊着眼，一点精神。胃肠要是缺血，腹痛拉稀，不想吃，哎，腹胀，他运动降低，往下走的能力很低，食物存在肠子里发酵胀气，这不腹胀吗？因为缺血缺氧，温度也低，这肌肉不痉挛吗？你千万千万别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循环不足，那你就这一步就错了，以后没对的事儿。中医的整体是分不开的，你要我就分开，你也没有分开，实际上你那个眼呢、光看着那个生命的一点儿，叫管中窥豹，只见一半，没见一个整个一个豹子。这思想，这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一个大思想。我们看《伤寒论》，当然也得要用这种眼睛看，也得要用这种思维去理解。所以《伤寒论》难学不难学，我给你一把钥匙，你走到哪儿哪儿打开那个门，你就登堂入室。你要没这把钥匙，你门你都进不去。哪是那把钥匙？思维。大家听明白这一点，我再回来说，内源性疾病是内部。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我们天天的抽苦，冬天还没来，哎呀，冬天来了我都暖了，我这屋里没暖气，我也没钱买空调，你说冬天来了怎么着？夏天好过呀，我带衣服，你看我看冬天我怎么过呀，要再一刮大北风，要再刮世纪的风，你干嘛呀？那冬天还有5个月才能来呢，你这下还要发烧。如
算是老对于自己有这种抽搐，也会导致你内部功能失调。那个时候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内部器官组织失调了，发生障碍了，这叫内源升级。尤其现在我们从百年康泰百年粮啊，我不说你们，我说我们是谁，就是80岁以上的，也包括80岁以下的70岁以上的过过这种生活。哎呀我也一年呢，我也能吃点别掺汤啊，吃点粮食，哪怕高粱啊窝头了，我满足死了。这个从这个年代走到今天，你看看那垃圾桶的那馒头，整个的都有，整个的包子都有。我可见过，因为我也注意这个事儿，那大块肉也有，那鸡也有。哎呀，这是个社会问题，我是丰衣足食。哎呀，什么好吃吃什么，吃三顿饱饭，尽量的吃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他也能成病。你体内的营养太多了，失掉那个平衡了，你有堆积起来的一大堆脂肪啊，有人要存着一大堆钱，有人身体存一大堆脂肪，你看看生病了，高血脂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一家伙呀又出现了，排异障碍，肿瘤也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我说一句话，我说清了，就是失去平衡。你精神平衡也好，你这个饮食啊平衡啊也好，你失去了这个平衡，你失去一个就能治病。对，这是属于内源性疾病。有这么一类病，这么一看呢，这个世界又这么简单了，天天这病那病，说不清有出了个心病，心病弄来弄去，到今天呢还是这两个病。这2000年前是这两个病，到今天还是这两个病。这个大自然呢、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个病怎么办呢？它是属于身体内部机能，换一句话说是器官组织的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什么叫障碍啊？这可不要理解成那个血管的有一个脂肪板挡住这个血液流不过去，这是障碍吗？这也是障碍。但是有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都可以发生障碍。比如说我们身体里有一个程序，什么程序啊？我说一个简单的，说
我们吃的鸡鸭鱼肉，包括米饭、烙饼、馒头等等等等，吃了饱肚子以后，还得消化。消化什么呀？比如说淀粉一类的啊，说句化学家的话，那碳水化合物之类的东西由我们的便是没出来，吃了一些蛋白的各种肉类的，有蛋白没出来消化，吃了一些脂肪的东西，油脂有脂肪没出来消化它。我说这是简单的呀，还有虚绝的东西，虚绝多多的媒体都出来了消化它。从哪儿出来？从内分泌的组织里分泌出来，从血液里再到腺体里，在外分泌的腺体里分泌，胃有胃腺，肠有肠腺，口腔里有唾液腺，到处啊都有腺体，把它分泌出来就消化了，消化怎么就是把它溶解。比如说一个蛋白质的分子溶解成几十种氨基酸，这个人呢又分泌出来了一些东西，不是分解了，是合成的媒体，又把它合成了，这一个那一个呀，种种种种的人生命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有它合成，合成了还不算呢，合成了干什么呀？要用啊。哎，还有一个利用，怎么个利用法呢？打一个比方，每一个细胞都得要有营养啊，它也是活的，它营养怎么来的？也是我的循环系统在胃循环里攻击那个细胞，攻击什么呀？它需要什么攻击什么，这是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起码我说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清楚啊？我看呢、啊、越说越多，永远也说不清楚。比如说胰岛素就是使葡萄糖进入细胞的一个载体，你看麻烦了。那么糖多了怎么办呢？要储存起来。糖少了怎么办呢？把脂肪运出来，又经过媒体变成需要的糖。哎呀呀，这个大系统啊太复杂了。哎，你别看多么复杂，而且是非常有秩序，一点儿都不能紊乱。怎么这么神奇啊？一点儿也不神奇，大自然就是这样，大自然给的。哎，这一个系统发生障碍了。什么叫障碍啊？比如说啊，脂肪我们吃了脂肪到我们体内合成的我们的脂肪存起来了，不能利用，只能存起来。吃了糖了或者吃了淀粉
嗯，碳水化合物这一类的东西也能合成葡萄糖，但是不能利用，不能利用变成脂肪存起来，变成脂肪存起来，变成脂肪变了这么多，剩下的糖怎么办？细胞用不了，尿出来了，糖尿病尿出来排出来太多了。嗯，细胞挨饿，正好存着糖变成了脂肪，多余的排出去，这个程序紊乱了，也叫障碍，功能性障碍，不是非得堵啊过不去才叫障碍，功能性发生了矛盾了也叫障碍。说这个内源性疾病就属于器官组织发生的功能性障碍，这属于内源性疾病。那么这一类疾病怎么办呢？这不是排异的问题，这是恢复原来程序的问题。这个程序怎么着恢复啊？一直到今天，多么膨胀的人也没有这个办法。我看他再膨胀500年，把肚皮膨到爆炸，他也没有拿开这个程序的办法。可是呢，人没有，他自己有。为什么呀？我这么想啊，对不对呀？不一定，我认为是对的。什么是对的？话不一定说对了，我这个意思一定是对的。嗯，我还有这么一点儿自信。我想这个程序啊，这个生命来带着这么个程序来，这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点温暖，一点障碍，失去了他原来的程序。这个人去干预不行，取代不了，怎么办呢？他自己人看到了，他自己有一个能力，弄一条件，怎么条件你甭管，他就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生命状态。我想比如说有人给了我们一个肿瘤，当然这个机械要比生命要是不能比的，我们用乙来比，你看这一个轮子在绕，许许多多的轮子在转，中间是有发条，这个生命它不是发条，它是自己产生的能量，产生的这个运动，这是会机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自身能产生我们自己能的能量，我们这个能量推动我们这个大程序，我们这个大程序一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多，什么都不少，一切都在调节之中。你看看我们发现了，
你拿出来我看看，我马上给你拿出来看。升降出入那位小姐，懂了吗？发现了这个东西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他自己本来就是有升降出入，就跳起来了。这一会儿，哎，他这个升降出入出了点毛病，怎么办呢？中医发现了升降出入那位小姐，中医又发现了他自身出现的障碍，中医在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办？终于重新回到生命开始，生命开始是什么时候？阴阳合得，阴物质和阳物质两种属性合起来了，出来的一个生命，带着这个程序来的。这个程序不断的在运动，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阴阳互根。阴阳互根我多次讲过，就是物质发生动能，动能又发生了物质，这么一个网循环是生命一直存在。生命存在这个程序是一个动态平衡，这个时候就有了办法。如果说是这个动能啊低了，我用物质去鼓励你，物质不足了，我用动力去鼓励你。总体来说，你呀、啊、转得太慢了，你加快一点，快到什么时候？你原来的速度，你不会超过你原来的速度，你只会降低你原来的速度。越超过你原来的速度，那是外源性疾病，因为内源性疾病你都是降低，不是功能降低，就是物质降低。所以中医出现了一个是不阳还是不阴，总体来说是补法。不是我们，谁呀？那个系统，那个程序系统。所以呀，我们只是一个行为，提供了一点帮助，
你给谁提供的帮助啊？啊，我给你要了，我给你补烟；我给你要了，我给你补药。你补谁呀？你补的是资助性本的，所以呀，我们叫资助性车险。我们看伤寒论少烟太烟绝烟这三个系统，看看是不是。我们再看一看我给绝烟病补上的一部分是糖尿病的生化糖，治高血压血管病的化脂糖，治肿瘤的自主性排异，这以后我们要细讲。这是进入《伤寒论》的那把钥匙，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顺势利导，自主调节。排异法自动调节法，拿着这把钥匙去看伤寒论去，你就进去了，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么多年呢，没有把伤寒论能懂，就是因为没有这把钥匙，这个门始终没有被打开。你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你们会领悟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把钥匙打开了门？曾经有两个人啊跟我说这个问题，你这么说，你觉着？你这个话狂了点呗。我说你再问我一天呢、啊、我多次的咨询过，我说我觉着没有。您说有人打牌，谁打牌呢？人家说出来啊。还有人打牌过，我不是说我是贪天之功，我是盗窃，我是小偷，你说什么都可以。谁说过呀？我说我知道你说这个话的意思，你关心我。你这么个小人物跟李平线一样高，你又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你说话那么狂，我没狂，我只是说句实话，愿意打就打，愿意杀就杀。你来吗？怎么了？哎呦，有人说你呀、啊，你
你又不懂，你少说话。你懂了吗？我懂点，你懂点儿不行。两人从人家手里上干起来了，哎，这倒是个好事儿。大家也不妨在这里想一想，这好狂不狂？我说你看狂不狂？老先还是不是？我说对了还说错了？我说对了，你甭感谢我；我说狂了，不要紧，你可以治我的毛，行吗？你质问我什么都不为过，我都愿意回答，这个前言这一部分呢到此为止。咱先说说这一段，交流一下，只有问题不是没问题，你说。我这笨点儿，我说刚才想你那个，就是外源性疾病，不是有一个认识标准吗？嗯，有什么发热、恶寒？我还没说呢，我还没说呢。不是，我是想，我这概念没搞清楚，就是，比如说这有病，比如有咳嗽，有什么嗓子疼之类，不发热，这怎么判断？嗯，它不发热的话，不发热啊。这是算无寒的关系，不无寒，无寒的没有，嗯，不无寒，就光是嗓子疼、鼻子不好这种症状没有，也没发热，也不发热，也没无寒啊，就是他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身体上没有无寒无热的表现，身体也没有发热，但是呢，他比如说嗓子疼出脓痰、脓鼻涕出什么就那一类的，你看看还有呢，嗯。埋伏，对不对？埋伏这个问题不会判断，没不会慢，这个慢，不会放慢。还有呢，上冲。上冲是什么现象？哎，你还不知道呢。啊。那您现在你还啊？外行。嗯，不是。您问这个问题还早一点啊，跟我讲完了这一阵。石油，说。说老，我想说这么个东西，内源性、排异性转到内源性是它本身自己就有的呢，还是经过遏制以后出现的？我想这两种人，您有经验，我不太明白这些。你再说一遍，没太听清楚。从外源性疾病，从这个排异性反应转变到内源性疾病，这个过程很长，但是本身自己就有。这人一出现就是内源性，就刚才您讲的是，一出现就发病在一，还是一出现就发病在一啊？什么情况都有。就我不知道这两个地方。啊，什么情况都有。啊，你说什么情况？啊，病一发就是阳性，一发就是阴性。啊，阴性就是内源性疾病，由因为外源性疾病进入内源性疾病。这种情况是必然有这么一个，不是必然，不是必然，有因果，有因果。哎，你比如说啊，咱在《伤寒论》之内，啊，在《伤寒论》之内说这个问题，发若无寒，本来外源性疾病，脉浮，头向江旁，发汗。发汗过多，汗出不止，叫汗漏不止，体液大量的丧失，体温大量的丧失。您知道这个体液大量一丧失，造成的是什么？循环衰弱。循环一衰弱，带来个好多的器官和组织的衰弱，功能降低，这进入了阴性了，也就是进入内源了。听明白这一点不？再一个，
阳性病失治，没有治，延误一天十天，为久发烧，体液丧失，体温丧失，最后身体越来越衰弱，进入人家就是不发烧，发了吗？也有这样，也就是说，每一个果子都是有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嗯。你说。我们现在对病的概念是病是一个坏事，里面有个就说痛苦是吧？所以现在我有个另外一个想法，能不能说病不是敌人，而是一种一种朋友，因为人出现了怎么说人本能有一个障碍，然后我们本能有障碍，然后比如说发热，本来是我们本能他想派出去派出去，所以有个障碍，然后是不是这个发烧是不是一种消息，让我们理解要怎么说帮那个身体散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的意思。都听对了，他叫罗劝山，他说的是比如说我们生病了，这个病啊不是我们的敌人，可以是朋友，对不对？对。说我们发热，我发生障碍，这个发热算不算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这意思吗？对。让我们去帮助他，是吗？对。听明白了没有？对。是不是这意思？明白。好，这个意思很有味，很有点味道，尤其是一个法国的朋友，那你对我的说在沙哈论有如此的认识，我非常高兴。这话说的很让我们感动，为什么呀？病，要是说这个细菌，这个病毒，这个烙饼，不管什么啊，它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你说对于一个和谐理念的民族，如何去听这个话？我他妈听着这么舒服啊，太舒服了。什么时候有人说过细菌感染了我们可以跟我们做朋友啊？我敢说普天下除了少数几个人说那是敌人，我要消灭你，消灭了多少年呢？消灭了没有？没有消灭啊！你那抗生素，你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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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锻炼它越来越强大，我们啊越来越无力。如果说从朋友看，我不说我要跟他交朋友，请他到我家来做客，这倒不是，
但是我知道宇宙万物都要生存，谁也消灭不了谁。你不要膨胀，你消灭不了细菌，你也消灭不了病毒，你也不必去消灭它。你怎么办呢？我们感染了，要是发弱了，老千山说了，这是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去帮助这个本能，这个本能要排异，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去帮助它，好极了。实际上啊，我们说他是去呼唤我们去帮助他，我是自觉的去帮助他。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他的发弱满腹上冲，我们知道他需要我去帮助他，他是哪儿发生的障碍了，他理解的非常好，而且很生动。对于一个发弱，对于一个细菌，他用人性化的语言跟我讲的，太棒了。诸位认为如何？为你鼓掌。谁还有问题？肯定有，为什么不说？你随便问，你问错了也没关系，也有好处。那既然如此，我就带着你。好，那个布朗尼说人本身有自主性啊，排异功能，但为什么我们就发现不了呢？你比如说啊。你要我身体原性疾病了，我一性得毛病了，我怕冷，我心脏跳不动，我自己让他让他动，他都不听使唤的。我感冒发寒，感冒发热，我想穿出不了汗，我可以，我既然有这功能，我就让他出就是了，他怎么出不来呢？这么说非要别人去发现的话，我这个地方我不太明白，我还想请您。再解释两句，但是我也大概感觉是有这种系统，但是认识不到，这个你说怎么办？这好办，你呀、啊，别忘了我，看网上我有说个啥论，你呀、啊、别忘了我看了要思考，还没看。你怎么不能？你怎么这说他不动是吧？对，他听不见呢、啊。我说的他也不动啊，我也知道他听不见，所以我连说也不说。我怎么让他动啊？我看着他呀，他想要什么我给他什么。知道吗？哦，他想要棒棒糖，我赶紧给他，他吃了就好了。你别说，说没用。你看他需要什么，你就帮他什么。你别老让他听你的，他听不见。这么说行吗？他听不见。这么说行吗？哈哈哈！我说一个问题啊，像那个小孩发热、发烧、高烧呢？哎，我们也知道是你像你说的是别人，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要帮助他把这个热发出来。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完了之后呢，小孩呢会可能会出现什么？可能会出现这个高烧39度多，可能会出现什么？可能会出现这个，要发晕这种状态下，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没经验呢。对，你还不成熟啊，没有成熟，没有经验，
当然你没有把握，你还没主意呢，大家乱逼的你要主意，你这个主意你没有，得了，您说这么这么着推过了就完了，失败了。你也是有了主意，不行，治病退不了，退了也不行，那不就好办了？这事，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叶天士知道吗？知道。啊？知道。叶天士是谁呀、啊？叶天。你说。那个清代的一个名士。嗯。怎么个有名啊？有为什么有名啊？太明白。这是这个乾隆年代的一个名医，在江浙的，他是文弱派的一个首领吧。他自己没有著作，他的徒弟汪孟英他们。把他在世的时候的语录啊写下来了，整理了一部书叫《温若精卫》，就是汪孟英他们写的，实际上是野田氏的语录。他可以会乌鞠同其名。这个野田氏啊，他母亲病了，他母亲就发烧病了，不看没主意，他挺孝顺，怕吃坏了。这是我母亲呢、啊，他呀非常的着急，非常的忧虑，晚上。在他的院子里头，月光之下呀，走步多步着急呀，在那儿，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要是别人呢，我就得拜虎堂，我的母亲，这怎么办呢呀？如果说。哎呀，这怕说坏了。他有个邻居，一墙之隔，一个邻居也在院里看着。哎呀，远命如此呀，真好。听到啊，野田氏。自言自语啊，说话就说这个话。听了，这位邻居啊就乐了，哎，开开门敲野田氏的门子。野田氏有人听有人叫门出来，把门开了，哎呦。有事儿啊？哎，我听说老太太病了是吧？不是啊，我看看听听。谁看看？来，进屋来看了看，叶先生的母亲。说叶先生，你怎么还不给药吃？哎呀，说我正考虑说，哎呀，白虎汤啊，你吃了就好了你。你还考虑什么呢？大哥，那天是心中苦的啊，他看你了呗，好，吃了就好了。你知道这白虎汤一吃啊，今天晚上吃的，明天早晨准好，好了很，敲邻居的门，那个说，干什么来叶先生？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嗨，别感谢我了，这是你治的。说不是您看了以后你治的。哎，叶先生，我跟你实说了吧，你晚上啊在中厅啊
月下呀，子雨呀，你说要是别人呢，就是白虎堂。如今是我的母亲，哎，一个叹一口气，我就知道你没主意，我才敲你的门儿。哎呦，娘子，相对大笑，这是什么问题？这个医生啊，有这个东西，在不成熟的时候没有主意，或者是没有很丰富的经验的时候。我那小时候我给你治病，我给你开了房子以后，老在那儿这么转呢，晚上我睡不着觉，早晨呢早早的起来，起来又不敢去问人家，老在门口了这么转这么转，还撞着人家早晨觉得开门一看我在哪儿呢，又想看见人家，又怕看见人家，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感情吗？啊，我那二一十岁不到二十，那现在那时候还小孩子，你说哎呦伤心啊，这叫什么？叫替心宰口啊！不知道吃的什么，好多了。哎呦，我肿了些了。就这样。刚到你成熟是什么样的？我说你成熟，有一个故事，这是成熟人的故事。我们有一个亲戚抱着孩子找我爷爷看病，一看一摸这个孩子，哎呀，这个孩子想活着想死，哎呀，别说笑话了，男相思找你干嘛呀？那给我吧，把那孩子接走。你去吧，你去，你别管了，把那孩子交给我，把孩子给我，你自己说吧。哎呀，说给你，说给你，你给我吧，把那孩子给我爷爷。你们走吧，走走。我们院的是北方五间，西方三间，东方三间。这西方啊是个空房子啊，里头什么也有啊，主要的是外屋是成熟的，把这个孩子给他放着床，放着床呢，出来都给把门锁了。这孩子是发疹子，发疹子，麻疹，给他锁门，锁门了，上北屋去，说刚才听见孩子哭了，他一定找了，你别叫我，我什么时候出去？我知道，你别说我在屋里。这时候把那个孩子隔着那么一隔，现在孩子就哭起来了，他能不哭啊？孩子哭的胡思乎乎的，他听见了，他一看把孩子给他锁着屋里了，他一叫他那孩子，他孩子在窗户里也看见他，他一看见那孩子了，两人就着急，着急的哭的找我爷爷，找我爷爷，我爷爷在屋里不出来，也不知道，他都拿起个跑着闹了一屋子，大人也哭，孩子也哭，啊，多长时间不知道。一会儿我爷爷就出来，拿着钥匙就出来了，他也回来，他也哭，你这是干嘛呀？你把那个孩子锁在屋里，你上哪去了？
我也不会拉那个小孩子到什么了。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一看那孩子一身真的出来了，给我拿了个衣服给他缠上啊，跑方法这样走了好了。你看一身真的，可是我们能走啊，说不能走到哪儿明天再走，说能走的人能走，人能走就走了，那车还等着人家就是上了车，这那一出来干嘛呀？这是我来呀，我爸爸就问我爷爷说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说这孩子真的出来出来给他要吃的，一摸他的屁股非常的干燥，我就是让他放他屋里，他也着急，他妈也着急，这一着急这一裤子要出汗，让他自己也往外放出来，他没汗可出，只有放针子了，怎么出来一身真事？这是成熟的，知道这不是个玩笑，没有办法，只能这么着才能出来。已经吃过药了，吃过药了没出来，就是这种方法让你着急。你看你着急的孩子，你着急一哭啊，一身大汗，大家都见过吗？可能这孩子现在都不会哭了，该哭的。你看这孩子一哭啊，哎呀，呼哧呼哧的大滚儿啊，一身大汗，就这意思，就是成熟。我后来指望这人，每年呢，说不清值多少，年年就行了。我是非常的不保守，我一个孩子也没死过，我受伤，就是后人上一手，就是一个方法。那有的是，你呢？我们这孩子是卖种卖果，你都给我们开放了。哎，我说我呀，甭看。我看看你的孩子的鞋呀，我就知道该吃什么了。这是什么话呀？这个是我跟你从正面说呀，没完。我不跟你从正面说，你要不信，你就试试。我就看看你这鞋，我就知道你开什么房。对我们俩都行，他感谢呢，他不感谢，但是又不干不吃我开的药，他还是得要开药。这个妈真的太好治，我说给你，甭管哪个孩子，你自己出来就好。这个发疹子就是一张方子，偏小通用，用不着看了，看什么玩意？吃是出来的好病。说你过去有一些大医名医啊，有些故事，这些故事啊是做的，都他很成熟，他非常有把握。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反正他是好病的。所以现在这种弯事的态度啊，未必是可取的，但是过去呢是有的。我们从故事里头看到了一些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成熟。
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往往就出现一种弯视的态度。可能凡是当家的都有这种态度。大家想一想啊，看见过高手木匠没有？木工原来拿那个凿子在那个板上坐着凿那个毛，你看那个动作，一边跟人说着话一边真是会跳舞一样啊，不如倒一样，那个动作那么美，连看也不看，造出来那个毛跟那个水一串啪啪啪几下进去了，进去就出不来。你看着咚咚咚进来了，不结实，好啪啪啪啪一下进来，出不来，永远也不在中间。为什么大将啊？他这个地方呢，比现在的电脑啊要神奇十倍，他用不着去考虑，用不着去看，出来就是天衣无缝。他这个脑部有损，接触面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那不得了。一般的这个东西是接触三分之二的，绝对是好手艺。你看看任何一个手艺人，刚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是玩玩出来的东西，就是天下共通。大家考虑考虑，准备一个问题，行吗？你说。我想刚才说这个内源性疾病，从这个阴阳互根的这个啊，追溯到阴阳互根是由物质和功能。这个物质我们能不能理解成，就是从现在这个营养学的角度理解成人体的这种这个营养物质，维生素啊，或者是三大营养这个蛋白质，或者是酶食剂这一类的。因为在这个实际，我在临床上就拿这些，就是维生素或者是蛋白质这些和这个酶食剂，就是调节这个内源性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能产生挺好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看看这个这个营养学跟咱这个自主调节关系是什么？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用什么东西调节过什么病，收到过什么效果吗？我那次给那个刚刚老师说过哈，我做老公，他是那个就是算是那个肠溃疡，就是那个结肠炎哈，结肠炎。其实当时用中药西药都用了以后都不太好，后来就是大量的用一些蛋白质和维生素类的，就他因为他当时拉肚子拉了七八年拉了，就用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就调节好了。还有那个好了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三四年从来没有犯过了。这是一个病例吧。你吃了多少天呢？吃了快一年了，半年多就开始有一些效果。这个现代的营养学对自主性调节不是一回事儿，因为现在的营养学讲的是营养。首先蛋白质，维生素，这可能是用的最多的。再怎么说可以用一些，还有什么什么的植物啊，做成菜呀，做成饭的，是这意思吧？是吧？如果说这个理论
营养学的理论为《伤寒论》的内源性疾病的补法，没有理论上的接近，不能说是同一，接近都没有，理念上也不是同一。因为这个所谓补，它具备这么一个性质，比方说你在营养学上学，不学用什么？你说一下。现在不学了，就是用，就是增加蛋白质的那个用量。啊，增加蛋白质。蛋白质。铁。啊。还有什么？蛋白质。铁。嗯。还有呢？那是食物，来。有鸡汤啊，鱼汤啊，还是不理解的。说这个跟中医的补不是一回事儿。中医用附子，用附子，用人参，用桂皮，你看，这大相径庭啊。再比方说补血。用黄芪，这也不是那多是中物质营养品。用桂皮，它不学。我曾经说过，你说桂皮怎么能不学？你在哪儿也说不过去啊。我就说，谁说不过去啊？我能说过去啊？你都是问人家说不过去的，你怎么不问人说得过去的？谁说得过去？我说我呀。你说鬼皮怎么不学呀？哎，我说你别着急，鬼皮能到元气。还能到元气，你脑子是缺血，我说你鬼皮还能不痒，那怎么可能啊？我说你看你试试，你讲的一再说的，你讲事儿咱都是治病，鬼皮什么鬼皮温通血呢？你吃这个药以后啊，这血流的通畅，流的快。您知道这个银行要有100个亿，这个资金要是溜通这么一圈要一个月，要一个月抓啥圈呢？这个银行是它的效益有300个亿，补上钱了没有？没补钱，流通的快啊。说缺氧，缺血，血流通的快。缺血还是缺营养，血流不就快了，你供血多了3倍，快了3倍就是多了3倍。中医完全是治，不是补，明白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两个类。那比方说黄芪。西方人看中国那是不行的，你得换换你那个观念。你黄芪到不元气，那玩意儿怎么到不了元气？哎，你吃了它就补。治臃肿900疮，治甲组，无寒能发，有寒能止。哎，它具备两面性。为什么呀？在讲药的时候咱们练习，你要不掌握这个几十种啊，甚至上百种，真正把这个药掌握了它的本质的东西，永远你说是会治病，我教过你治病，你自己也没有发展。你等到把药认识到
本质上认识你，你可以化解。别人不会治这个病，不会用这药，你在这个地方用了这药，就是你的帮助。你看看这个温病调变，就这几张方子带出来的一副图图，我看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头表。就是这一点下红针上确实不好，伟大，这贡献伟大。谁有问题？你说。我想问就是，经脏腑和经络的那个关系啊。什么什么会经络？脏腑，脏腑，就是说那人性疾病不是那个性的就内部的功能性障碍吗？那么它同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经络的不通或怎么样的哈。那么那个自主调节法是不是调整了内脏以后，然后经络也能疏通呢？还是？那个不完全跟他之间的关系。我想啊，这个说伤寒论这个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啊，它从认识到治疗，它包含了脏腑，也包含了经络。经络也通了，脏腑也好了。脏腑包含不了这个，这个太大，那个东西太小。你想一想就知道。再比方说，肺结核怎么治？用你的脏腑辩证，你怎么治？用你的经络辩证，你怎么治？你谁能说出来？你脏腑辩证能治好的病，经络辩证能治好的病，我都能治好。我能治好的病，你脏腑也不行，经络也不行，你说哪一个大？谁在谁里头？所以我们这么看，谁都要允许谁存在。100年、500年、1000年，必定有一个被忘记的，必定有几个被忘记的，也必定有一个会发展的。绝对不会错这一点。历史一定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必然也这样。过去的治法有很多被淘汰了，伤寒论一出来被淘汰了，大家都不用了，甚至于现在人家知道也不知道了。伤寒论出来以后，可惜呀，没有懂，所以呀，就出来了脏腑辩证、化肝辩证、经络辩证、五运六气辩证、三焦辩证、应为气血辩证、三阴辩证，出现了许多流派。将来我想，一定会有先后被人忘记的一些东西，有忘记就有发展，
没有发展也没忘记。你看这些个辩证法都是并存的，你会这个我会那个啊，三个五个看一个病，三张房子五张房子各有各样。这个问题要不解决不行，不是我不行，这个历史就不行，你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这个同理啊。你说刚才说内源性疾病和外源性疾病，但是又提到了漏病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漏病引起的病，比如说抑制自给肠胃的伤啊，什么比如说漏病引起的病，引起的疾病恐怖啊，什么漏病吧，老病啊，哪个老病啊，吃那个冰烙饼，烙饼啊，烙饼啊，我一起他一吃个病，比如说吃多以后长成糖尿病，长糖尿病一些的急症家庭，比如小手发力，一些的病是内源性疾病是外源疾病。我说呀、你说的这个和我说那个有点差别，我是讲外源性疾病的事，我说老病也能造成外源性疾病啊。对，他的你看有些孩子吃多了肚胀，发烧，外源性疾病，血心汤一吃就好，这是排异。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光是老病啊，所有这个高营养的东西，老病不算是什么高营养的东西，但是要老吃老病吃不过，吃这个烦了，想吃海参，没有老吃老病几年老吃老病的，你说是不是啊？但是我说他这表述啊，你这意思我明白，这表述你说鸡鸭鱼肉多好，对吧？他首先造成了一个不平衡，内部啊有一个生态平衡，知道吗？这个营养会消耗不平衡，先造成不平衡，是什么病它不一定，也许糖尿病，也许高血压，也许连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来了，也许是肿瘤、脂肪肝，知道好多的病都是因为啊，这营养最低的太多，发生的功能性上去，这么说行不行？这么说啊，我是可以跟属于内源性，属于外源性，咱这个一是一，这是内源性，那个是外源性，吃多了发烧、肚胀、肚子疼，这是外源性疾病。所以我说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不管什么原因，不论什么原因，只是造成了发育样的发育样，明白吗？刚才讲发育样，发育那个这个排异反应，有能力往外排的这种，那个环境，它就是外源性疾病。要发生的没有排异能力，器官功能降低，这是内源性疾病。这概念清楚了没有？郭老，我还接着问一下，我刚才还没，就是外源性疾病，你不是那标准是那三个吗？就这三个标准是发热、脉浮和上冲，
是要同时具备还是一个具备就可以判断？没讲这个，你照。我就是搞清楚这首先的开头概念。先变，最后是老成功。你选的先变好这个。那个有些患者他病情到达一定程度，有在医院做透析，那么透析这种方法对人体的本能系统是有所影响，还是一种根本性的破坏？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间接性的或者一些遗传性的疾病，那么本能系统是不是也通用呢？谢谢。这个东西啊，你要说具体一点，就是先天性的，有些的东西啊是先天性的。有些东西不是先天性的，他说是先天性的啊。曾经有过一次两个博士啊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说你承认基因，我说承认一点，我说我看这个基因呢，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受个性里头的一部分。我说你承认这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是基因造成的？我说不承认，我反对。啊，不是，你怎么认？为什么不承认呢？我说他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过这个问题，说过好几次了，不再说了。我说他不是啊，基因是不能改变的，能改变的就不是基因。他说基因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他又说基因是可以转化的，他想在基因里把这些病转化成啊。不生这个病，我不信，这我也不信。你这一个病是在这个，是在后天呢、啊，出生以后造成的。你跟先天有什么关系？他就这么说，我就这么反对。他就治不了，我就治了，反正这一点不得有区别。他是因为治不了才把他搞在基因里头，放在基因里头，他在基因里头又做文章，那最后还是失败了，这路不通，走错了路了。当初啊，那么西方医学也不是这个样，就是因为当时啊，那希波克拉底啊他发现了这个东西了，他没形成理论，他也没拿出方法来，所以他的后辈啊就走了这么一条路。我们发现了生命本能里头有一个方法，有出来了一套本能，所以我们就延续下来。这是啥呢？这是内经。有位知道了到伤寒路，到进去本能路，这是一脉相传。直到今天，没人一个在理论上质疑我，说我胡说八道，说我是骗子，说我违背自然规律，说什么来的啊？都有，就是没一个在理论上提出质疑来的。你看，那个说这理论是严密的，是真实的，反对不得。我今天说这个抓了网上，那全世界公开啊，外国也有收看这个东西啊。我想全世界发出来的信号，我希望有人在理论上质疑我，我欢迎，我感谢。至于嘛，姐的随便，你听一天嘛24小时，我不在乎。谁有问题？是吧？你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营养过剩的问题。嗯，就是现在在社区里呢，也有很多宣传，就是什么膳食宝塔呀、蔬菜、这个虾鱼肉和五谷杂粮的每天的比例啊，就在这方面，这个饮食方式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有指导？我已经给过了，
我已经在不断的给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最好的数，没有任何一个数能超过这个平衡好。中国这13亿7000万人不能是一个数，多少个数呢？我说是13亿0700万个数，我还没讲扬声，好多地方讲扬声我拒绝了，我说我去了我不受欢迎，还得罪人，肯定的。你想什么？你想我这个养生观呢，我不赞成这个天天吃什么不吃什么啊，怎么的练什么不练什么，练什么呀，练你说有什么用啊，要回来有了2000块钱的着急跺脚，那有什么用啊，这个有一点好事大乐乐得高兴不得了，有一点坏事好几天难受，念什么呀你念？那最好的念，你看看那大自然的怎么着对待人的，大自然怎么对待大自然的，你甭都学了吧，你学一半你也能长寿啊，大家想一想，有好多好多的事儿，你一个观念，你这个观念是个健康的，你一定会健康，你不吃什么不练什么，我跟你说我很有经验，我也来过饿死，也没饿死，也没饿出病来，也吃过饱饭也没吃出病来，我咋知道这人呢？怎么一直吃这么点儿啊？哎，我说挺好。你都不会吃点好的？我说会，我不想吃。那我就不信你不想吃。我说你不信那是不信嘛，我就叫这玩意儿最好吃。我喝粥吃咸菜。你真是这样？我说你看呢，你看你真的是假的。我说他想吃肉了，哪会非吃哪个？这人不是那样，老有一个数，裹着秤，怎么提重的？我说这都多少，那都多少，那真是弱良，谁能吃到的那个程度？那得多少人伺候你？这几个人谁伺候谁呀？那不是开玩笑的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比较是我说想学校谁伺候谁的，这有多少营养学校伺候你，那行吗？那个该一说什么好，大家都吃猛涨钱，吃了一阵子过去了，我还呢也没吃出健康来，都是玩儿的，这都是。今天不瞒你说，凌晨3点起来，在外头走了一小圈，用了10分钟，不行，赶紧回去，回去干我那个事儿。到这儿来，没住气儿，发现可是精神怎么着？疲惫了吗？咱在3个小时，我保证你平日都得疲惫了。我说的疲惫了，怎么了？走闷了？我都是比你大点儿，80多，怎么了？不得闷儿？说什么呀你？别光听，看。看出来的东西比听到的东西要真实的多。有好多东西都是坐在这儿发布出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谁也准备不了，
要准备人把他照本宣科念了，知道吧？他唱戏的，特别是京剧，那才是准备出来的，都是成套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我最烦的诚实思维。一个生命当中有一种诚实思维，一种随意性思维。从现在呀、你得允许万物生存，对不对？你绝不是义务，说一个优一个劣，不是某一个人说。等待历史去算数。北京啊，这问题啊，不是这么很突出的问题。我在杭州，我看到一些非常的突出。这一个人光吃包烟品，1万2万好钱。北京恐怕说花2万的那太少了。这再提一个问题，那个有没有那个外源性疾病，然后转变成内源性疾病？有啊，啊，我刚才说了啊，就是说了，哎，那就是那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是外源性疾病，它要有个排异本能来抵消它，是吧？然后你那个内源性疾病也要靠那个自主调节，是自主性本能来保护。那么有的病它转换过程当中，它就没有，比如说没有排异这个过程，你也不知道它才能转化成这个内源。怎么不知道啊？它怎么就转化成这个内源了？一个家我一看我的病。不是，你看啊，比如说啊，说一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高血脂算是内源了，是吧？所以你那个代谢的功能差了，成内源了。但是呢，它转变成这个代谢功能差的时候，是首先你得有一个外源的东西来引起它这个排异的本能降低。这个排异的过程怎么没有表现呢？这也没整明白。你没说明白，我听你。啊，对，表达的不清楚。外源性疾病，物质、实质造成的，就是物质，只要是错误，你治错了，谁治坏了，成人也爱病。你没治，延宕了很长的时间，他又外源性疾病。也转成那个问题。我跟你说一句外国话，急性病治不好就转成慢性病，明白了吗？急性肝炎、发烧、黄疸，不会治。我要治这个病啊，没过过七天，我想想。这几十年治急性肝炎，没超过我七天就好了，好了，完事儿了。那你像那血脂高那个，他前面那阶段是什么症？前边是多吃不干，还是饮食上的问题吗？是吧？有，也不光饮食。反正啊，很多就是。对，要找找。再一个就是。这是我说的这老不平衡，老生气，就是跟心态也有关系。造成腰健康，先造成腰健康，后发生大病，千万别忘了这一点，有个过程。所以呀、中医复兴是走这个路，切断腰健康，大病发生率发生逆转，最后一个。全民健康，中医复兴。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外源性、内源性，就和一个男人、女人这么好识别一样。一说急性嘛，就明白了，对不对？还是对西医的印象太深。不是，我也不是学西医的，要不是学医的，就是说我要不是，我要自己能判断。你不是学医，
有多大的？50多。你从小就接触的是听的看的，有固化的东西吧？哎，就是心理的东西，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观念。就说，比如说，同样刚才说的，你说饮食不注意，然后情绪心态不好造成的，也可能造成，比如说糖尿病，也可能造成什么那个。先是要健康啊，后发生大病。对，后发生这大病就发生不同的病，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比如说是高血压了，有的人就是糖尿病了，有的人就是心脏病了。你看啊，先造成要健康，要健康是什么？代谢障碍、分泌障碍、体能降低。对，肝缺为二了以后，再遇到什么原因就是糖尿病。哦。再遇到什么原因就是高血压。再遇到什么原因就是肿瘤。只是一个发生，准是带出一群来。只要是治一个病，准是好一群。这么回事儿，现在是。刚才你讲的就是51资格的食物，这个食料的，然后这个学习的，没资格，像我们那个没有资格的，没有资格的也在学。我相信这个国家对于会治病的一定会给你资格。你要不相信这国家，你得别来。他可以考。绝对不会帮你挂着门外套。我们这个国家现在非常的聪明，再不是那个事儿啊。你要没有，你要对于这个国家，是现在这个社会，今天这一个这一届领导，我希望你相信，我是相信的，我就敢说。会治病的不是一症，不会治病的都有症，这绝对不是现在的中国，绝对不是和谐社会。我最最的拥护这一届政府，我说我看历史上啊，整个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历史，建立了最好的一个社会。我证明他，谁提出过创建和谐社会？什么时候中国农民种地不拿钱了？还倒贴钱？什么时候这个失业在家的月月给你钱，给你吃饱了去骂街去？反正我准敢说一下，我准教会的，我要教10个9个回你不会，那怎么看这问题？你应该干别的去，你不适合干的。那打住吧，超时了。